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简单过滤器啊。什么叫简单过滤？简单过滤器就是指以冒号开头啊，通常用于实现简单的一些过滤效果的过滤器。那么啊，其实我们 C3 里边也有一些新增的过滤器啊，但是我先讲了 jQuery 啊，后讲 C3 啊。那么我们先来看啊，那么一个冒号 first 啊，这个是匹配找到的第一个元素。那么它是与选择器结合使用的，它我们所说这个选择器是谁呢？是不是就上边的所说的什么什么这两种选择器，什么层次选择器啊，什么基本选择器，对不对？啊，其实它常用的配合谁呢？还是基本选择器常用，对吧？比如说你看着我们这里啊，我看看啊，这有两个 P 对吧？那么或者说在这来一些 P A B， 那么给他们加一些 class 等于什么呢？ PP 随便写啊。那么现在啊，有两个是 class 等于 PP 的，对吧？那么我只想让 A 的这个 P 去给它修改一下内容。A 的这个 P 给它修改一下内容，那么这个 P 怎么修改内容？那么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要是用啥呢？用那个class， 好像怎么样？是不是也不太适合呀？为啥不适合？啊，是不是都一样啊？他俩是不是就都会给他改了呀？对吧？他俩就都会改了。那么不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对吧？那如果要用我的所有的那个 P 啊，我们的元素选择器是不是就把所有的 P 都会改了呀？对吧？那么你看啊，我们要找的啊是 class 为 PP 的，对吧？但是而且是第一个，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把所有的 class 都找到？那么是不是过滤一下啊？对不对？那么怎么找的呢？来，我们就把这儿给它改一下啊，找的是谁的？点 PP 的，是吧？这样是不是会找到所有的 PP 的？那么我想让它的谁的 first 的，它里边的第一个 OK 了，那么就可以了，看到了吧？我让它的第一个，能理解了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你看 AA 的是不是就改了，对吧？那么我找到的是这个所有的类名为 PP 的，但是我只改哪儿了呢？第一个的，是吧？那么我也可以给它多加几个，有 CCCCC 的 DDDDD ABCDE 啊，完了是 F， 不管有多少个，是不是现在都是修改第一个？那么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正常的选择器后边是不是加个冒号啊？哎，冒号 first 是不是选择第一个呀？那么还有冒号 last 就设置最后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我就再简单给你写一下，是不是就行了？ last 是不是就修改最后这个 FFF 的了？那么刷新。是不是只有最后的变了？看到吧？啊，那么这些还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我往下看，这个有 EVEN 的，这个是匹配所有索引值为偶数的元素啊。那么你看，我现在这里边有几个呢？有1、2、3、4、5、6，有六个，对吧？那么我想将这个什么的，想将这个他们的原这个是。为偶数的，我拿出来是不是有下标之分的？我想要偶数的行啊，干什么呢？设这个背景颜色。那么想给它设置背景颜色咋办呢？啊，可以这样。我们这是不是有 class 呀，对吧？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再写一个 class， 点 AAP， 随便写的，对吧？那么就给它来个 background 的 color。来个 red 吧，比方说。那么我想让
我想让这个什么呢，下标为偶数的变成背景颜色变成红的，那么其实就是给对应的去加一个 class 是不是就行了，是不是 啊那么首先你得先干什么，找到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按照我们以前所学的选择器，你想把它找到的话，我们得需要干什么呀，是不是得需要把它所有的 class 为 pp 的找到啊？找到之后干什么，是不是按下标的循环每一个去处理啊？哎，那么这是我们用 GS 原生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写，这里边不用它了，用 EVENT 啊 EVEN 这样来，我们先用这个 HTML 先看一下行吧，来看一下，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只有下标是偶数行的，怎么样，数变了，那么我想给它添加个样式，添加样式就不是用点 HTML 了吧，那么用啥呢，这个玩意儿叫有个叫 ADD class 添加一个类，那么我们那叫 AAP 了吧，是不是叫 AAP 了，那么其实我是不是又给它又添加了一个类上了呀，那么我们再来看是不是改了背景颜色，改了吧，看到了吧，这个 ADD class 负责干什么的，它可以添加类，添加类的，那么我不想要这个类了怎么办，那么我不想要它了，就要到了这个玩意儿点啥呢，remove 它有个 class AP 卡，那么这样的话你说它还会变了吗，是不是就没了，我加上之后是不是又把它移除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在这里边就多说两方法，这是不是可以添加类啊，对吧，哎，可以添加类，看到了吧，那么这个 EVEN 是偶数行的，那么有偶数行的就有啥的基础行 ODD 设置匹，它会匹配所有索引值为啥的，为奇数的元素，那么索引是从哪开始，零开始，那么索引都是从零开始对吧，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就能区分得开了，但是你可能记不住对吧，无所谓啊，我这不都给你整理好了吗，是不是，那么还有个 EQ 啊， EQ 是啥意思啊，匹配它一个大于这个索引的对吧，比方说我想将后边的这几个设置背景颜色对吧，后边这几个那么怎么来啊，是不是就给它来个什么 EQ 给它个值吧，0 1 2几啊，大是不是大于2的呀，大于2的是不是给它添加这个 ADD class 啊，这个 EQ 是啥来的啊，这个 EQ 是等于那大于几的，大于3的呗，对呀、啊、我看看啊，我写的啥，我刚才用的是啥，我用的是 EQ 的吧、啊、匹配一个给定啊，这个是等于的对吧，哇靠，对， EQ 是等于的，那么是不是只有是下标为3的呀，那么下标为3的，来我们来看刷新，是不是就这一个，那么有等于的就有别的吧，就应该有大于啊小于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来我们来看，那么我在这里应该都给你整理好了， GT 大于的， LT 小于的， GT LT 的对吧，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下一边我们再来看 header， 这是匹配啥的呢，匹配标题的，这个东西它是匹配标题的，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 H1 HUCK is a good man， H3 nice， 它的 sum 三个够了，那么想把它们设置一个背景颜色，那么我们你看啊，
我们用如果用 H 标签好像是用不了，是吧？是吧？那么用什么呢？用那个 class 没有，用 ID 没有，对吧？那么我就想是设置所有的标题的，那就可以怎么来了？这个就不用前面啥也没有就行了。HEI 抵押 header 这个 header 就会把所有的标题的都设置上，能理解吗？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看是不是下面都设置上了？那么它设置的都是标题的，那么或者说啊，可能比方说这个，我给你来一个，它我也给你来 class pp 等于 pp， 那么这个这样写行不行？我前面来个点 pp， 点 pp 是不是取所有的类名的，对吧？后边我再来个 header， 对吧？来这样能用吗？刷新，是不是就剩他自己了？对吧？如果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先找到所有的点 pp 的类的呀？那么你看，但是下边我能找到了吗？是不是找不到了？那么在这里边我是不是在找它是标题的呀？是吧？那么如果我前面什么都不写，是不是找所有的标题的呀？看到了吧？那么有个标题的，还有啥来的？还有一个 not， 不是。这个是去除所有给定啊，这个选择器匹配的元素，就说我现在啊想给所有不是 PP 的设置背景颜色，能理解吧？那么就是啥了？这应该是啥？问号 not 里边写啥？是不是 PP 啊？啊，但是有个问题啊，你想啊，这个里边的这个。你看里边的这个，你他这个 not 啥是 not check 的，对不对？这个是冒号 check 的，这也是一个啥呢？这也是一个选择器啊。但是这里边是不是没有说呀？这个冒号 check 的会在这儿，我看看会在哪儿来的？会在表单里边啊，这儿呢，对吧？其实它也是个啥，也是个选择器。那么我们不看这个啊，如果你要是看我在这里写的这个，可能你有点也看不明白。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里是不是写的是 input 呀？前面这个 input 我们先来看，这是啥意思？是不是所有的标签啊？所有的 input 的标签啊？那么 input 的标签不是什么呢？不是 check 的，就是说不是这种多选框的，是不是 input 呀？能理解了吧？啊，那么这个呢？你看我这样写的，点 pp， 或者说下面是不是还有 p 呀？那么 p 标签 ，not 什么呢？不是点 pp 的。给它设置背景颜色，对吧？刷新，哎，是不是上来了？对吧？你看呢，我这个是啥意思？要找到所有的 P 标签，但是我不给这个，我把谁给过滤掉？类是点 PP 的，是不是就过滤掉了？看到了吧？哎，那么不是点 PP 的，我是不是加了个背景颜色？那么这是 Not 的，还有啥的呢 ？Animate 的啊，这是正在执行动画的，这个我们就甭管了，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动画的东西呢，对吧？这是正在执行动画的，这个就不用去试了。那么上面的这些啊，我认为 first last event old eq gt lt 啊都比较常用。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简单这个过滤器里边是不是实现了我们以前好多不能实现的？是不是啊？你如果把这些你都知道有它，你要调用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快呀？对吧？哎，你调用起来它是比较快的。比方说，我记得我给大家的案例里边，我给大家的案例里边应该写的不像我现在写的这么简单啊。哪去了？简单过滤器对吧？你可以把这个跑起来。那么这是写的一个啥？我这个课件我做的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你看这个是不是对应的？我们有的时候做这种表格的话，是不是对应的不同的行要干什么？是不是不同的颜色呀？奇数行和偶数行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能区分出来？你写表格的话，这样的表格是不是就比较方便了？对吧？我们可以带着你看一下这个。哎呦，差点没点错了。
啊，你看啊，其实这里边就有个啥呢？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 table 啊？对吧？就有这么一个 table 啊。完了是有每一行，第一行这个我也是写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写的是那个一个就像头一样啊？啊，完了下边的是都是啥？是不是都是我们的这个每一行啊？对吧？那么这里边你看我写的这个是什么？偶数行，是不是加了一个样式？奇数行是不是设置了一个样式？啊，那么在这里干什么呢？移除什么了？第一行的样式了，对吧？那么移除 event 类，那么这个是不是又给第一行加了一个？为啥？因为我这个是不是写的都是 tr 啊，对吧？如果你看着我要是没有这两句话的话啊，刷新，你看是不是第一行是这样的呀？你是不是要让第一行我们这种头类似的，是不是不要让和其他的颜色类似啊？啊，所以说我在这里又怎么写的呢？看着，是不是把第一行的这个 event 给它注释掉，给它扔掉了，对吧？你看，所有 tr 里边的第一行呢，是不是给它扔掉了？那么再给第一行的干什么？是不是设置一个呀？那么设置一个样式，是不是就是和其他的不一样了？看到了吧？哎，而且还居中了，对吧？颜色也加深了，对吧？背景是不是也变了？那么这个呢，你啊，回去自己去把它敲一遍就好了。那么这里边你看有一个 th 的啊，那么 th 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头的呀，对吧？那么 event 和 add 的是不是一个偶数行的一个奇数行的呀，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给这个表格去设置一个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就方便了？看到了吧？这个小案例呢，你可以去课下呢自己再敲一敲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你说简单过滤器啊，我们是不是就说完了？都理解是每一个咋用的了吧？挺简单的吧？啊，为啥叫简单过滤器呢？就是因为它简单。接下来我们看叫内容过滤器。内容过滤器，内容过滤器就是通过我们的 DOM 元素包含的文本内容及是否含有匹配元素进行什么一个筛选。这个就说筛选的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可控性就怎么样了，是不是就更大了感觉呀、啊、对吧？哎，我们感觉我们的筛选的就更大了啊。比方说你看这个contents 中间是不是有个文本啊，对吧？这是啥意思啊？匹配包含给定文本的元素，你说它里边的内容是不是要有这个我给的文本啊？你看啊，这个例啊，我这里举的是个例子，对吧？那么它要包含是 word 的。比如说我给你写一个啊，咱们就不按那个课件上的写啊，我就想到啥就咱就写啥。哎，我这里边有 FUCK 凯哥，那么前两个都是带啥的？是不是带 FUCK 的？我要找到，哎啊，这还写错一个是吧？那么我要找到啊，这个 P 标签里边带 SUCK 的给它设置背景颜色，是吧？那这样的话你看啊，它就逻辑性是不是就比我们所写的都要复杂了？它还要带啥？还是说还要带 SUCK 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找到所有的 P 标签了，是对吧？那么我是不是要接下来是不是要过滤啊？ Contest 对吧？ Contest 这个小块里边是不是写我们的内容？但是你看啊，小块里边是个，哎，写错了， TAINS 对吧？ TAINS 那么里边是不是要写我们的文本呢？那么是不是也是一个字符串啊？ SUCK 啊，你说在 P 标签里边找它的内容是带 SUCK 的，那么我才干什么？是不是才给它去添加背景颜色呀？哎，是不是这两个？是不是他们两个的？那么这个你就涉及到文本里的内容了，你看这是不是更强大一些了，对吧？哎，更强大一些了。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文本的啊，一个是否包含文本的，对吧？这个看懂了吧？那么下面还有什么呢？ Empty 匹配不包含子元素或者文本的空元素，这是啥意思？
我把这个去掉，包含文本，包含其他子元素吗？不包含吧，对吧？你看我是不是都给它删了？这两个，我要匹配啊，内容为空的 P 标签，就怎么来了？把这个换成啥 ？Empty，E-M-P-T-Y 就行了。啊，匹配空元素，就是说没有任何子元素的，或者没有任何文本的什么标签。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刷新呀，啊，这都没有是吧？加背景颜色也没用对吧？或者说我们这样打印一下是不是就行了？那么打印呢，看能不能看到这玩意儿？刷新，看打印有没有？是不是就有两个？这两个。这儿呢对吧，来我们来看是不是就这个空的，看到了吧？你看着我在这点击它会跳到我的页面这里来，看到没？是不是这个空的，匹报的是这俩空的，看到了吧？这是 empty。 那么还有啥呢？hide 有什么选择器的，那么这个是匹配含有选择器，就是匹配含有选择器所匹配的元素。这啥意思呢？啊，你看着我这里边是不是有好多都是 P 标签，都是 PP 的呀？你看着我在这里边再来个 ID 等于AMP， 我都不知道该起啥了哈，起名困难症了，都已经。那么现在我想找什么呢 ？P 标签里边 ID 是 AMP 的，要是说你直接用这个 ID 是 AMP 的，是不是就行了？那也行对吧？但是你保不齐啊，我们 ID 确实是唯一的，对吧？但是你突然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这么给你写 ，input 啊什么什么 type 等于啥 txt 的行吗？啊 ，name 等于 a 的，还有 name 等于 b 的啊 ，name 等于 c 的。那么或者说他们还有啥？是不是还可能有 class 啊？加了 SS AA 的，BB 的，可以吧？那么上面我也有个 H 标签叫 AA 的，我现在想找到 class 啊，是 AA 的 input 标签，那你如果用 class 找就不对了，对吧？因为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么你要找是 input 里边是不是有 AA 的呀，是不是？哎，那你说这个语句是不是正好负责它，是不是？你看匹配含有选择器匹配元素的元素啊，什么意思？你看着啊，我现在想匹配那俩，是不是也就是匹配这两个 input 呀，这个怎么写呢？是不是 input 它里边啥，是不是有啥呢？点儿 AA 的呀，是不是？来我们来看，刷新，哎，咋没有？我看我写的有问题不啊，孩子屁的，哎，我没写错是吧？再看看我代码写的啊，孩子 input 的标签下，孩子啥的，点 AA 的，对不对？没问题。这个是 TD 的，表格元素中还有 P 标签的。哎，没问题啊！我靠，再打印一下，刷新。呀，拿的不对是吧？看着拿的不对是吧？哎，我这个怎么能拿的不对呢？把这个点去掉，不写点应该不对呀。或者说我在这里，
啊，这个怎么写呢？或者换成我这个，我看看啊，写一个 table，table， 哎，为啥不提示我呢？啊，写这儿去了，对吧 ？table， 这边一般有啥 ？tr。那么这是里边有啥 ？td 对不对 ？td。那么 td 里边是不是我们一般有内容啊？比如说我按我的刚才那个想，里边有 p 标签儿。那么再来一个 td， 里边也有 p 标签儿。再来一个 td， 这个我让它干什么？没有，行吧？那么你看着这个怎么写？我找所有的 td， 那么它有啥的 p 的，是不是这意思？你说所有的 td， 我要找 td， 它有 p 的，对吧？来，对吧？看一下，哎，这个行啊，这个逻辑我你看是不是能里边有两个 td 啊？我点这个啊，是不是进入到这个 td 里来了，对吧？哎，我再看一下啊。孩子，如果我如果说我要给他来个啥呢？写错了，我知道了。刚才那个是不是写错了？刚才那个我们再重新写一下啊。这个是不是成功了？那个，那么这个你看啊，我们是 input 里边是要 input 有这个 AA 的，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这个是啥？这个 td 里边它的一些子类的里边有 p 元素的，是不是？哎，那么行了，大致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其实基本上怎么样？哎呀，就说我告诉你啊，这个 has 的基本上没有。你看我给你的那个哪个例的，这个 has 的这个基本上还是挺少用的。我们用的是谁呢 ？empty 可能用的会多一点，因为找空的，对吧？把空元素有的时候踢掉，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啥呢？parent 匹配含有子元素或者文本元素的元素，哎，你看正好和谁对应啊？和谁对应？是不是和这个 empty 对应啊？是不是啊？哎，正好和这个 empty 对应，就说这个 empty 是匹配空的，那这个呢？是不是匹配所有的？那么如果我这个要给它换成啥呢？换成这个 p， 匹配所有的 p。对吧？我们原如果要写 empty， 是不是匹配俩空啊？那匹配啥 ？p 啊 ，int parent， 是这么拼的吧 ？p a r e n t， 那么是不是匹配到就是有那种的 p 了？对吧？刷新，你看这里边的 p 是不是就是多了？那这里边是不是你看点一个，我点一下这个啊，你看过来是不是这有内容的了？对吧？哎，正好对应啊。那么这是内容过滤器，你看内容过滤器是，你看其实它是对象内容过滤器的，对吧？那么再就是 empty 啊 ，has， 再就是 parent， 知道这一种过滤器了吧？